大家好，我是三儿啊。这个露营地我们呢要换了，因为特殊的一个原因，先让那个979他们先走，先出发，因为他们的车跑得比较快嘛。先到下一个露营点，现在正在收拾东西，我让他来看看。瞬间啊，还有这么多锅呢，瞬间这些东西就装上去了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。可以放好多，咱这东西也不少，你看这锅碗瓢盆，还有这些，这还有凳子。现在要把所有的生活用水全转移到大的桶里面。刚才我们导航来看一下，青木川离这儿有大概是100多公里吧，他们可能要先到宁乡县，先往青木川那个方向走。路是非常好，形也非常美啊，待会儿大家就可以看979的视频了啊。出发了，出发了，一路平安。要到了的啊。